12月5日，余文乐发文宣布二胎得女的喜讯，谢谢亲朋好友的关心。妹妹其实在早一阵子就出来了，只是当时还没度过危险期，但现在她已经顺利过关回到家了。欢迎我的小情人，也感谢我太太辛苦了。6月，余文乐宣布老婆王唐云怀二胎。2016年底，余文乐与王东升的女儿王唐云交往。2017年12月5日，余文乐在社群网站上贴出结婚照，宣告与王唐云结婚。2018年3月27日，余文乐承认妻子王唐云已怀孕。2018年5月10日，余文乐妻子王唐云在香港一家私立医院剖腹产下一名男婴。